海团长，我们站长上见。 天放兄弟，很高兴能够再跟你一起打鬼子。站长见。嗯。小何，归队。是。走。是。姐，我先走了。天放哥。春兰怎么了？姚娘，上花寨就交给你了，我要跟天放哥一起去战斗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可不能去啊，这场仗太危险了。我知道。 这是因为这是一场硬仗，一场死仗，我才要跟你一块儿去呢。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我现在就以个人的身份请求加入你们的战斗。当家的，凭什么是你个人请求？那我们呢？我们怎么办？我知道大家都是好样的，可这场战斗不同于以往的战斗，因为这场仗。 是场死仗，当家的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们才这样讲的，别人我不管，可是我朝天椒的命是你给的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们一起打鬼子，打完了鬼子咱们一起回顺化寨。对，我们也去。是啊，春兰姐，我也去，我哥都去了，我也要跟你们在一起。喂。 妖婆子，你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怕死的话，那你就别去了，回你的花船当船娘子去。说实话，我不想死。我要是死了，我家圆圆可怎么办呢？我打鬼子保屠龙龙阵，可不是为了死。就知道你怕死，那你别去了。你等等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也去？废话，别拿死不死的吓唬我，姑奶奶我就不会死。 还有我，上战场打仗，我知道会拖累大家的，但是战场上总有伤员，我多少也能出一点力，说什么拖累呀？我们的命不都是你救回来的吗？大当家的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，我也去。大家伙都是好样的。罗龙的子孙怕过什么呀？大队长，海团长，我代表双花寨。 请求加入你们的保卫战。好，定远，你就答应他们的请求吧。 刚刚接到师部传来的消息，日本近期将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战，由日本的王牌野战军第十一军率一个师团向罗龙镇进攻，大家要有心理准备。这支部队人员满额，配备精良，可以说是一支专门为侵略打造的精锐部队。这支部队我听说过，号称野兽部队。对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这支部队是日本最早的六个甲种师团之一，从组建开始。 他们就参与了日本所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从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、南京大屠杀等等，战无不胜，从无败绩。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。这群天杀的小鬼子，竟然杀害了我们这么多同胞，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向他们讨回来。对。据分析，鬼子很可能派遣野尻优二少佐，带领先锋部队作为前锋。这个野尻优二是出了名的凶残。 敌人的兵力跟配备都远远超过我们，所以这场仗可以说是一场斗智斗勇、以小博大的硬仗。团长，敌人的部队可以不断进行增援，要是打一场持久战的话，我们有增援吗？日军在湖北、湖南耗了几年，已经失去了耐性。现在大规模的疯狂进攻，我军的第六战区各个部队已经参与了反攻，能够调来增援的部队，据我所知，目前还没有。
但是何时能够等到增援，这就不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考虑的事情了。我只知道，我们的阵地将直接关系到罗龙镇的失守，而罗龙镇一失，就要直接导致石峡失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严守阵地，誓死保卫罗龙镇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作战部署。正面的战区由我们死守，你们呢？ 你们准备怎么个打法？海团长，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战斗，有一些想法不对的，您可以纠正。既然要打这场硬仗，除了正面迎敌之外，是不是事先可以安排一些埋伏跟障碍，就像打游击战一样，削弱敌人的兵力？我跟冉队长，我们都擅长打游击战。我是想，我守住阵地的左路，右路呢，崇山阻拦不好打。 我相信敌人不会舍一求难的，他要想从左路攻上来的话，必定也经历一场恶战。即便是突围了，危险也不大。你们的部队好专心的正面迎敌。很好，还有其他更具体的作战计划吗？啊，有。我是想从左路设3道防线，前2道防线主要是陷阱，让他们从这里进攻。 从战略上削弱他们的攻势，这一带我们比较熟悉，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转移，可进可退。那第三道防线，主要是跟你们并肩相连，守罡风寨这一带，但这里只能死守。罡风寨。嗯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到了这里，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再退了。 因为在下去，阵地就会失守，罗龙镇也就危险了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海团长，我同意川兰的想法，你就放心的把左路交给我们游击队和双花寨一起把守吧，我们一定与阵地共存亡。好，我同意这个作战计划。弹药配给方面，我也给你们相应的补充。但是你们的任务不轻松，千万要多加注意，一定要顶住。好，团长。 我数据流动作战，我请求参加左路阵地的守卫。我批准。杨特派员，务必要协助好冉队长和春兰他们的行动。是。一营、二营、三营迫击炮连、机关炮连、特务连、通讯连，全体官兵进入作战准备，正面迎击敌人。是。听我说，我刚才都解释过了，你们留在这儿太危险了，一旦打起仗来。 子弹是不长眼的，大家伙啊，带着粮食还有衣物都躲到后山去，我们会帮大家伙搬东西的啊！春兰，你真是瞧不起我们呢！眼看着小鬼子都欺负到家门了，我们能躲吗？你们拿枪打鬼子，我们也不能退缩。大伙说是不是啊？是是是。我知道，咱罗龙镇的人都是好样的，可是大家伙没打过仗啊，怎么不行？我们可以给你们送茶送饭。 还可以给你们守护炮台，能做的事儿多着呢。对啊，是啊，我们也能帮上忙。更乡亲们，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可是打仗它不是开玩笑的，希望你们能够听从我们的安排，都躲到安全的地方去，打鬼子的事儿由我们就够了啊。冉队长，多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啊，我们大伙都商量过了，不管是开山挖洞、担水送饭，我们都愿意做。你们要缺什么东西？ 只要我们家里边有，我们都拿出来支援你们。反正我们就是不走，支持你们打鬼子，大伙说对不对？对，支持你们打鬼子，没错。冉队长，如果敌人打上岸，我们用滑竿抬着你上山打游击。对啊，陪着你们，我们走，什么打游击？冉队长，我们不能把薄土保家推给别人呐，只要是为了打小鬼子。 我们什么都能豁出去，大伙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铁棒哥，要不让他们参与吧。好，那我就代表所有的抗日队伍，感谢各位乡亲们。同时也欢迎你们加入备战。不过咱们可说好了，鬼子一旦打来了，谁都不许过当孬种，打鬼子就看咱们的了。好，怎么样？好，听你的，安排，安排，安排。 Thank you.
我们已经是座教会，一定慎之又慎，坚守阵地。家，给我狠狠的家，一直站到明天，把整个这个阵地通通炸平。 杨队长给的武器都带来了，带来了，太好了。不过大家伙都省着点用，这场仗有个后了，一会儿分给大家啊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当家的，咱们的枪我都没丢，还有我的刀片子也带着呢，实在不行我跟他们拼了。春姐，水云儿，我回来了，拿了什么呀？这是秀秀做的烟雾弹，我们埋来的时候发现做弹药的工棚还没烧，我们就把这些有用的都捡回来了。什么都不能留给鬼人是吧？嗯，他们人呢？ 马上就过来。好，咱们要让小鬼子看看，虽然他们人多武器好，咱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报告团长，怎么了？这是师部电文。南宁坡阵地先上了吗？还没有，继续进。是。报告团长，说，林军已向南宁坡阵地发起突破，主主力团全体官兵奋勇抵抗。 九连阵地和八连阵地已相继被敌军突破，八连长阵亡。七连，七连始终坚守，重创敌军，但伤亡惨重。突破阵地的敌军到什么地方了？正在往罗龙镇的方向。好，下去。喂，听到没有？喂，回复师部电文，敌军突破南岭坡，正向我团方向前进。我团的前方山坡左路已设下埋伏，将主动迎敌。 同时在前方和右路已做好防守准备，发出去。是，听到回话，听到回话。大家伙都记住了，这场仗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鬼子从进攻的主线上引开。 消耗他们的弹药跟兵力，听清楚了吗？好。准备作战。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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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将烟雾弹其他人撤到第二防线去。重了，这么下去怕是不行，我还是先送他到战地医院去吧。也行，那你们路上小心一点啊。你也是啊，你也要当心呀。我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去吧去吧，喜儿跟着我。小心点，喜儿。舒兰姐你也小心。哎，还都行吧？还行，没事没事，歇会儿啊。好，姐，夏荷，你累了吧？有点，没事。哎，快快坐。姐，能跟你一起并肩作战，我特高兴。过去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我还一直不知好歹，跟你对着干，我挺后悔的。你不会怨我吧？傻妹妹，我跟你说过，姐没怨过你，以前没有，永远都不会有。出来，天放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啊，我来看看你们。大家听我说，现在趁鬼子没有打上来，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，把消耗的体力赶紧都补回来。还有，我们一定要布置巡逻哨，时刻关注鬼子的情况。好，那我去守吧。好，那辛苦你了。没事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是是。辛苦了啊。那我走了。春兰，夏荷，你们俩也抓紧时间休息吧。我还行，不累。哎，这天要黑了，这鬼子像是要停战了。对，咱们这儿山路崎岖，不想天亮之前他们不敢进攻的。天放哥，我有一种感觉，经过今天这一仗，我觉得鬼子的反扑一定会更猛烈，所以恐怕明天会是一场恶战。对，明天一定是一场恶战。今天我们也损失了好多优秀的同志。趁现在日本鬼子没来，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嗯，我这没什么事儿，你回阵地吧。好，那我回去了。小心点儿。哎，小心。
哎，妖婆子，哭哭啼啼干嘛呢？你这半天不跟我磨嘴皮子，我还不习惯呢。你不会是想哪个野男人了吧？和你这个没脑子的男人婆在一起，怎么磨都磨不醒，我还不如省点功夫想想我家圆圆呢。磨细了我就不是朝天椒了。我看你是到了战场上害怕了吧？来，我看看。看什么看呀？你以为我真害怕了呀？都掉眼泪了还不害怕？还不让看？我说你这个妖婆子，不会真把自己当成仙女了吧？这一仗我们能赢吗？要是我这次真回不去了，那怎么办？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都没做呢。你说这个死，也不知道究竟会是个什么感觉，会不会特别疼啊？要是一下子没私了，会不会很遭罪啊？妖婆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不会死的。我又不是仙女，子弹能躲着我呀？其实我知道，这打仗啊，难免一死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一样。那你还来干嘛？我不来，难道让孩子们来呀？我来就是为了圆圆他们。这鬼子一天不走，他们就没一天好日子过。只要让圆圆他们不受委屈，就算死在这儿也值了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别吹牛了，到时候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。反正我就不会让你死的。怎么着，难道我男人婆会输给你这个妖婆子啊？傻样，别碰我。哥，我们打完仗咱们再回码头看船捕鱼吧，好不好？可惜我们渔网破了，还得把它先补好了。不补了，等打完了仗咱们买一张新的，到时候再买一个大大的。你们女孩子打仗千万别死脑筋，如果要是子弹打完了，千万别跟他们硬拼，硬拼你是拼不过他们的。要是遇到了危险，你就往江里跳，听见没？我知道了，你要记住啊。我没事儿，你知道我是八路军战士，那小鬼子的子弹见了我他都躲着走。不行，你得答应我。好。天放哥，春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我想给你一样东西，怕以后没机会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哈登谱。这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。你是我爹的徒弟，现在我又嫁给了你。这本花灯谱李亮传给你。天放哥，不管你往后是什么身份，走到哪儿都别忘了他，好好把他传下去。我知道。春兰，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。
我没能给你和茂娃一段安定的生活，说着什么话呀？不怪你，只怪咱们生不逢时。等打败了日本鬼子，天下太平了，我还有茂娃才能过上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的日子。而现在，能和你在一起。 说说心里话，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。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记得，我什么都记得。我们生要在一起，死也要在一起。你不会后悔，对吗？当然，生要在一起，死也在一起。 幺娘，幺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本来我还想着要找你们去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听这儿的伤兵讲，现在有些鬼子部队有瓦斯弹，听说这种烟有毒，人吸入以后就会有问题的，所以你们要多做些防备才好啊。瓦斯弹？是啊，和咱们以前做的毒烟一样吗？跟咱们的毒烟不一样，咱们用的是草药和木炭，鬼子用的什么我不知道呀。听说特别的厉害，先是伤人的眼睛、鼻子、咽喉，吸入烟以后就会流眼泪，咳嗽还呕吐。如果吸多了会让人窒息而死的。 那你有解药吗？你们跟我来。嗯，走。鬼子用的什么配方我不太知道，所以做不出来解药。但是我想，凡是毒烟都会混淆人的意识，降低战斗力。这是一些醒神的草药，如果难受的话，给大家闻一闻，或许有一点作用。行，回去我分给大伙。 对了，听那些伤兵讲，那毒烟如果不吸到身体里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回去以后，你们准备一些毛巾还有水，把毛巾浸湿了捂到口鼻处，还可以用水擦眼睛。对了，尽量把毒烟尽快的疏散开，这样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嗯，我跟春兰姐说。好，那你们找我是什么事儿？哦，幺娘，这个你拿着。这个我不用，我这么重，你拿着。 这个春兰姐让我们给你的，这明天仗义打起来，你在这里不能跟我们大伙在一起，我们都不放心。这儿又不是我一个人，这么多人呢，再说你们也知道我，我这个人胆小，搁我这儿也用不上啊。你就拿着吧，有个箱子在身边也踏实，这枪你也见过，也知道怎么用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保重啊，小心。嗯，你也保重啊。就近。 直通罗龙镇。
鬼子是想从那儿直插龙龙镇的。天放哥，咱们现在要不要去增援啊？黑水寨附近有秀秀他们埋的雷区，应该派得上用场。可是姐，如果在我们赶到之前，鬼子已经突破了黑水寨，那即使我们赶到了，时间也晚了。所以咱们必须赶到他们之前，拦住去龙龙镇的路。可是如果鬼子还在黑水寨的话，咱们也不能放弃这次歼敌的机会。现在有三种可能：一是鬼子还在黑水寨，二是鬼子已经离开了黑水寨，可是我们可以堵截；而第三种可能就是鬼子在我们之前，我们只能追截了。如果是前两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全部的人火速赶往第三防线正面迎击敌人，并把他们往雷区赶。我们只需派几个人准备引爆，一旦敌人进入雷区，立马拉响地雷。当家的，那儿的地雷是我和赛凤仙送过去的，要不然我俩去，我俩了解情况。炸弹是我做的，我也去。好，你们三个人赶紧赶到黑水寨，如果那儿有敌人的话，你们人少，千万不要暴露了。如果碰到第三种情况，我们谁都没有跟鬼子遭遇的话，你们马上撤退，赶到第三防线。好，好，放心吧，走，路上小心啊。小心点，小心啊。放心吧。喜儿、小钟，黑水寨跟一线天连着，一线天有很多乡民在那边躲着，我怕他们出问题，你们赶快赶到一线天去，将他们撤离。好，走，走，快，大家集合！大家集合啊！快点，集合了！集合了！集合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咱们现在火速赶往第三防线，因为那里与海团长的阵地相连，是通往龙龙镇的要道，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所以绝对不能让鬼子突破。是。走。朝天教授说不好了，鬼子要跑了，他非走这条路。啊！哎，你疯了！今天差点炸了，你怎么回事？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？妖婆子，鬼子真没走这边，他们朝东边那条路走了，我们赶紧想办法。那是第三条防线，别找绕。楚南姐他们现在肯定到不了，我们得想办法拖住鬼子。不行，我去跟他们干一仗，先拖住他们，给春兰他们多节省点时间。不行，春兰姐不让我们暴露。春兰是担心我们有危险，可是现在如果再不拖住鬼子，就来不及了，雷区计划就泡汤了。怎么样，想出办法没有？我们现在就算从后面追击鬼子，也不能把他们一锅都给端了。没错，这帮鬼子实在不好对付。只有在雷区把他们全部解决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现在机会是很难得，可是我们就三个人，有那么多鬼子，我们怎么引呢？来不及了，我去引。哎，回来！你引？你拿什么引？动动脑子行不行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秀秀，你的炮仗还有吗？有，给我。来，这儿。我去引鬼子进雷区，朝天角，你待会儿在山坡上掩护我。秀秀，等我一出雷区，你就拉线引爆地雷。不行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。别废话，就照我说的去做。还是我去。别争了，没脑子的男人婆，看着，勾引男人的事情，你们不如我。哎，小心点。九叔公，九叔公，小钟、喜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前面打得怎么样了？这个等会儿再说吧，鬼子已经到黑水寨了，你们在这很危险，快跟我们走吧。快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都跟上，快，快点。太难了，快追，快追他，追，快追他。快跑！快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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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进来了，老娘就不陪你们玩了。老伙计，三封信，有黑子，抽筋枪。